稣讲过八个嘅福气，亦都系好清楚、好出名嘅，叫做嘅天国嘅八福。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嘅耶稣所讲八福之中嘅最后福，就系叫做为义受逼迫嘅人有福了。为义受逼迫嘅人，在现代中文嘅译本咧，就译为咧为了实行上帝嘅旨意而受逼迫。受羞辱、受毁谤的人有福了。但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面，一个如果肯按照圣经原则去行事为人的基督徒，他应该有一种的心理的准备，就是他不一定会处处的受人的欢迎，有时反而会遭受人的这个的抵制、排斥或者人的拒绝，甚至有时候呢就被人呢就呢种吸引的坏话攻击他，来破坏他，来去诽谤他。这种情形是一种的考验，但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应当胜过的一个的考验。但因为你看主耶稣自己本身的比喻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，耶稣在这个的圣经里面咁样嚟讲到呢个嘅耶稣所做嘅中，你话光照在黑暗入边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然后第十六十一节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随着他所做嘅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十一节，他到自己嘅地方嚟，自己人都不接待他。光照在黑暗，黑暗嘅人不接受光。呢、这个光嚟到边个？呢、这个光就系讲到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就系真光，一个明亮嘅光嚟到黑暗嘅世界，黑暗嘅人却不要接受光，因为当光嚟到黑暗嘅时候，光就将黑暗嘅嘢全部照晒出嚟。住在黑暗嘅人唔愿意接受呢个光，所以当主耶稣去到自己嘅地方，自己嘅人却不接待他。这个是一个必然的形象，因为耶稣说你们在以前的先知，人亦都这样来逼迫他们，是不是？以前的先知来到人间，对这个的人亦都不会接受他，亦都这样来逼迫他。但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旧约的先知，哪一个不是被人逼迫的呢？所以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如果我们今天为了天国的缘故被人骂、被人打、被人逼迫、被人捏造各样的毁话来诽谤我们、来攻击我们，耶稣说我们千万不要觉得灰心或者伤心，而不要觉得难过，因为我们是有福的。什么福呢？圣经说，耶稣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不要忘记，我们面对这样的逼迫的时候，有一天在天上这个上帝的国已经赐福给我们了，因为受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有一位曾经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讲过一句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话，这个传道人说，在你的社会的社交的应酬里面，如果你所做的别人不同的时候，一定会受到人的批评、论断和攻击，人家一定会讲你。但当你不再受到批评的时候，你的行为和一般人呢就没什么两样，没什么分别。为什么人会攻击我们基督徒？为什么人会讲我们基督徒？人家不喜欢我们是因为我们和别人是不同的生活。别人饮食呢可以去聚酒，可以去饮逢床作兴，可以去咩呢？去吸烟。但是我们不聚酒，我们不吸烟，当人赌博的时候，我们不参与这个赌，当别人讲粗话的时候，我们绝对不会讲粗话，当别人在这里贿赂的时候，给钱贿赂的时候，我们不做贿赂的事。所以圣经话，我们是分别为圣，是特别被神拣选出来的一个的圣徒。
聖經耶穌時話俾佢聽，我哋基督徒乜嘢咧？我哋基督徒係世界嘅光，係世上嘅鹽，要照亮，要影響呢個世界。我哋係一邊特別唔同嘅，係從黑暗裏邊照到光明嘅一群，係與世界嘅人係分別出嚟，係好唔同嘅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係一個咁嘅上帝嘅呼召嘅一群。世人中意我哋，其中有兩個好大嘅原因。點解你唔中意我哋咧？我相信你有兩個好大嘅原因。第一個原因係乜嚟？係咩咧？係因為我哋基督徒唔肯同世界嘅人咧同流合污。啊，呢個係我哋嘅原則。如果今日你同我係過一個真正嘅基督徒嘅生活，我哋嘅聖潔嘅思想，我哋嘅正義同我哋嘅行善與行為，必然咧會俾人產生壓力。所以好容易咧，会遭受别人嘅批评、论断同攻击。嗱，好多时候人讲你咩咧？佢话：我话你以为你自己好勤力噶，你都唔系做俾老板睇啊？要咩咧？要搏薪级啊？做到咁噶？做到咁搏啊？有啲人咧就咁讲啦，就讲你啦。当你勤力做工嘅时候咧，佢就系咁讲你：哇，唔饮酒，唔烧烟，唔上酒吧，自己以为圣人啊？系咪啲人講咧，做生意特別做生意嘅時候咧，人哋就係咁講你啦。一係人哋俾你錢嚇，比起呢個鬼佬啊，多錢都唔愛收，傻嘅啊！有錢俾你你都唔愛，真係傻嚟嚇。而且咧行開啲，阻住我哋發達，係咪啊？你幾多頭都唔化嘅你啊！有錢俾你都唔愛啊，阻住我發達，你行開啲咁啊！有啲人係咁講你啊嚇。但我相信咧，我哋做基督徒嘅時候，我哋做生意嘅時候，係面對咁大嘅，好多人咁攻擊我哋，好多人咁講我哋。嗱，喺彼得前書第四章一到四節講咩咧？我哋睇彼得前書第四章一到四節，佢話：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們也當著這樣嘅心智作為兵器，因為在肉身受過苦，就已經與罪斷絕了。我哋要同罪斷絕。第二，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不可以不从人的这个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在世道下去而行的光景。那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。以前人家是用跟随自己的情欲，但是现在我们跟随基督的旨意，我们是不同的这个的生活方式。第三点，因为往日谁从外邦人的心意行什么呢？行呢個嘅邪淫啊、淫惡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飲，嗱呢啲都係以前外邦人所做嘅。我哋未信主嘅時候，我哋都可能係咁做嘅，啱唔啱啊？跟住佢哋去做，並且拜惡嘅偶像嘅事。但係事情事後已經舊了，我哋改變咗，我哋信咗主，我哋就唔同啦，我哋就唔再做啲嘢。第四節，因為在這些事上，見你們不如他們同奔啊放蕩無度嘅路，就以為怪，毀綁你哋。嗱，當你唔做，再做佢哋所做嘅事；當你唔跟隨世界嘅腳步嘅時候，世人話你咩啊？話你係怪人，以為怪啊！你咁都唔做嘅，唔跟住我哋咧啊？我以前就唔甘願，就開始毀綁我哋啦。羅馬書第一章28-30節，我哋一睇睇，講到世人嘅。很多人他们故意的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去做那些不合理的事。再看看充满着什么不义、邪恶、贪污、恶毒、满心的妒忌、凶杀、诽谤等等等等，这些就是世人那个罪孽。以前我们都是一样。31節，看看有没有28-30節，最后是30節。31節有没有就落去，無知嘅、被虐嘅、冇親情嘅、唔明嘅，30節。嗱，呢個咧就講到世人嘅嗰個心態啦。佢哋知道所做呢啲嘅，俾神判定死嘅、當死嘅，因為有罪。但係佢哋唔單止自己行，點解？仲中意別人去行，拉住佢哋一齊行，係拉住你行咯，唔係自己做就算咯。你唔做佢冇相干又唔係喎，佢哋捉住你。一起去行喎，即係話一齊咧就